花凌城，以花为尊，人人爱花。时至金花节，全城未婚男女以花会亲，求取良缘。而这一日，全城第一花商钱金一三媒六聘，求亲严家小公子严耀不成，竟带着钱家四姐妹倾巢而出，全城抓人。玉，你跑什么？二叔，我爹已经把我卖给钱金金了，你得帮我呀。世家公子严耀玉年方二十，不从父母之命，不听媒妁之言，认定了要等天赐良缘，哪里瞧得上钱金金一介商贾之流啊。姐夫别躲了。你有病呀、啊、你谁是你姐夫呀、啊、撒错人了不行啊。走吧，你也不是我姐夫。再说这严耀玉啊，不管怎么样绝对不从。嫁给我吧。站住，赔我的花，我一个月工钱买的。你们两个站住。大叔快跑，他又追上来了。玉，等我一下，我再去给你买。你们两个玉。再说这严府当家严琦，官至尚书，年至三十，也是未婚。姐夫你在哪里啊？姐夫，大姐夫我看到你啦。秦晶晶去我家里，你叫什么？桃花树下，两缘地界，两心人一线牵，感情好事星星啊，严耀玉，你得等你的天赐良缘。见流月飞雪，严公子，你都抓着我不放了，还说不想娶我？你是钱金金。钱金金，姐夫。严公子，彩礼已送到严府，不如今日就择个良辰吉日吧。我爹收你的彩礼做不得数，我严耀玉娶亲只求一段良缘。彩礼事小，我爱慕严公子情真，严公子不妨说说怎样才能打动你与我成婚呀。说说嘛，说什么？说说嘛，说什么？除非菊花水中开，六月下飞雪，天赐得良缘。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
这是什么茶叶？香吧，这不是茶叶，是院子里掉落的花瓣。严公子，你要的菊花水中开我已经做到了，你看是我嫁到严府还是你入赘钱家呀？我菊花茶清热去火，解毒消炎，降火良药。后面的排队啊，排队都有。谢谢。前进花铺特供，只此一家，预购从速。谢谢。秦晶晶，你能让菊花水中开，还能让六月下飞雪不成？哎，这好漂亮啊！干嘛啊？下雪啊？六月怎么不下雪？哎，仙女啊！啊，这仙女，你看，太美了吧？仙女下凡啊！真好看啊！辛苦两位镖局兄弟了，三小姐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大姐，莹莹，你这里边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叫天赐良缘啊。这还不简单，天赐不了那就人为了。二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时候试一下春风来的功效了。哟，少爷，您这是喝酒了？怎么脸这么红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回屋休息一会儿就好。严公子，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会在严府？你买了我的花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怎么样了。那个卖花的，居然是你安排的。哥哥哥哥，别提前买束花吧。不要不要，走开走开。哥哥哥哥，买束花吧。你放心，我对跟你发生什么并没有兴趣。居然在花里下药，你居心叵测。严公子这话说的，春风来是情人之间用来调情的花。你一个未婚的单身男子，买这个花干什么？你才是土木。Baby， 你爹收了我的彩礼，也算是默许了我们的婚事。此刻啊，我只需要从这间房走出去。你无耻！条件随便你开，我只同意你指婚书，如何？我也要约，只求与天赐良缘，白头到老。你醒啦？放心，你安全得很。
公子，你的天赐良缘还未到，有一日他会带着脸上的三颗痣来见你，记得三颗痣。严公子，我是诚心想与公子成亲的，请公子再考虑一下。秦姑娘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原来他就是我的天赐良缘。大人，这是各府衙刚送过来的资料，都送进府里去吧。姚玉若是醒了，让他不要再到处乱跑，免得再遇上钱晶晶。是是。您好，大叔。大人，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？何事？娶我。我是钱家四姑娘钱宝宝，半年前与大人有一面之缘，不知道大人还记不记得，您说以后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您。严大人，您给三位太夫人订的花我已经喊人送过去了，一共是3两银子。好，三本花都送过去了。特地给大人留的，自然是一道送过去的。贝贝，先前大姐说今日是母亲节，但凡给母亲买花的客人都可以享半价。是吗？大人，这些就够了。大人。哦，严某向姑娘一个恩情，若是姑娘有任何需要严某的地方，可随时来府里找严某。大人不记得也没关系，若是您答应娶我，我就把这个富贵锁给您。这个锁很值钱的，据说里面有秘籍，很多人都想要的。很荒唐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有点。你先出来。阿木在，给朝廷修书。我要休假，婚假。是。婚事繁复，接下来几天我不上朝，你可愿与我一起操办？春风来的功效还是太强了，调情变成了催情，难免被有心人利用。贝贝，你再记录一下周期、光照和水分，好，重新培育一下。不过大姐夫也太厉害了，居然能抵抗住我这春凤来的功效。哎，这世间呀，也没几个像咱们大姐夫那么刚烈的男子了。哎，猪猪和宝宝呢？三妹又练武去了，宝宝说是去见个朋友。哎，咱们宝宝在府外竟然还有朋友，也是难得。不过大姐，你真的要为了那个？秦姑娘，严公子，你来我府上可是考虑好了？我想与你聊一聊。培养您日常观察。
连夜培养。对啊，省得夜长梦多。那公子先在此处休息，我去派人通知严府筹办婚礼。哎，秦姑娘，一夜的时间应该够了吧？我母亲的秘方到底在哪里啊？找什么呢？小心！严公子是想趁机耍流氓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突然答应我，不会是另有所图吧？我承认，我的确是另有所图。大娘，二娘，谢谢啊。三娘，大哥，你们稍微省点花，我每个月的分银不多，就这么点钱，还不够我出去吃两顿饭呢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也出去找一份工作呀？你又开始唠叨我了。要不是你大嫂把秘方卖给钱家，我是不是能卖点胭脂做点小生意？现在什么都不会，这能怪我吗？别看了，打吧打吧，该打的打了吧，你先出。我母亲的秘方在你的府里，这秘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我是为了那个秘方，可是我跟你的婚事也是。给你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母亲的秘方啊。这样就给我了？对啊，你是我的夫君，一个秘方算什么？这一盒子里面都是我们钱家收集的各类偏方，全都给你了。不仅如此，若以后你遇到你的命定之人，我答应你以正式之礼迎他入门，如何？我跟你成婚不光是为了这个秘方，跟你成婚后我也不会再另娶他人的。还有？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你就是我的天赐良缘。哪儿那么多天赐良缘？我就给你三颗痣。若我不是你的天赐良缘呢？你还会娶我吗？那也是要娶的。为何？因为刚刚不小心亲了你，我得负责。好，那我们即刻成婚。啊！按顺序摆啊，别放错了。哎，你把那个拉下来一点，能看见吗？那个帘子拉低一点啊，注意位置间隔。这谁放的一半蜡烛啊？结婚的，结婚要换新蜡烛。哎，过去把那个蜡烛拿过来。哎，爹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成亲了？你成亲？对啊，我要跟晶晶成亲了。四妹，二婶，大姐，你怎么也嫁进来了？